王建民联合报系记者苏志瑜摄影分享。旅美投手王建民2016年季后遭美国职棒皇家队释出，谈到去年整季没有球队合约，他坦言关键原因在于身体没有办法回到像前年的状态，但仍不轻言退休。王建民这次返台曾陆续参加中华职棒专业投手训练营、医院公益活动以及 Nike 青棒训练营，今天到台南球场自主训练，并协助统一师年轻投手群调整。2016年加盟皇家队，王建民季后遭球队释出，谈到去年一整年都在美国等待机会，没有合约。王建民坦言关键原因在于身体没有办法回到像前年那样子，球团可能也比较不愿意签一个年纪比较大又是长中继的投手，宁愿拉自己球员上去。尽管王建民已37岁，但仍不想给自己设定退休时间。他说，有就打，没有就没有。王建民近期将返回美国寻找机会。王建民2000年旅美，先后曾待过洋基、国民、蓝鸟、红人、白袜、勇士、水手以及皇家队。